天我代表本公司董事部及工作同仁向各位拜个早年，祝大家在这狗年行大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这是本公司在这创怡宝创业的第四年头，从三年多之前我们来进入怡宝如骂，第一年大家都说行情很坏，我们只有做不多讲。第二年人家说 GST 各方面更加坏，我们也是只有做聘不多讲。进入第三年，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，从一间店面我们搬来目前的新厂址，挑战性更加大，行情也是很坏，我们继续做不多讲。当然进入了今年的第四年头，这个是一个充满艺术的年头，更加挑战性，我们也本着只有做不多讲。因为我们始终相信老祖宗的一句话，我们本着做生意要诚信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清清白白的做人，只要把自己提升，服务尽量做到最好，我相信生意会滔滔不绝，取之不尽。最后祝大家生意兴隆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狗年旺旺旺！